那金刚经的这个金字是什么意思？金者是不坏本性，融铸万气。它不会坏本性，但是它随时融，能够铸造种种万气，一切气用。金性从来不坏，你怎么去融它，怎么去坏，怎么去烧它，它从来不损一分，不损丝毫。但是你给它什么模子，你给它什么样不同的种种器物的形状，它都能够为你形成你所想要的种种器用。这是金，大觉心体就如金性。大觉心体在你一切感觉之中，甚至你在觉生觉灭之时，觉从来也不会被生生灭灭之所败坏。觉生之时是觉啊，觉灭还是觉啊。所以在这个上面，可能有一些烦情啊，有一些中的烦情意识上面，可能大家还不能够马上心中能够决定明了。你说那死了以后，那不就是灭吗？那是因为你从来是抓着感受，从来没用到一半点决心，所以抓着感受，感受到死之时，你只能受死的种种实力，所以你就感觉那应该有灭。假如在这一生中，你自己不辜负你是一个学人，你自己不辜负你是一个行者，你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做担当，为自己将来自己的本来面目佛性为做种种负责，你自然就在这一生中，你就会慢慢体会什么叫觉体。当你能够明白你那个大觉心体当前，你觉灭之时还是觉呀，在觉的向前能够现出灭的种种幻象，灭有灭相，但是能觉灭相的是觉。你只要住在一点这个觉心上面，将来临死临灭，你心中都没有恐怖。你不但没有恐怖啊，你还自己知道你要去哪里，自知时至，自知要往生何方。那这又不是讲玄了，这个讲到一般的心理学都知道啊。你现在一直捉持的某一种感受，那你只能随着这个感受是生是灭，你只能随着它做种种了知嘛。当你愿意放下这个感受时，你才知道原来除了这个感受以外，其他的原来还有那么多的感受。因为过去你执着在某一种感受里面，其他周遭的一切感受你就不能知、不能见、不能了。你能放下一分，你在周遭的感受就能知、能见、能了吗？因为觉心是大明的。能知、能见、能了是什么意思？将来你要到死灭现前，你都不随死灭所束缚时，你当然知道这个灭相现前处你要去向何方了。这是心中的清明，这种清明还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大彻大悟。世间人只要有一点福德，有一丝如是的清明，都有类似的种种福报现前。所以世间人的善行，他不是修心人，只要有一点善心、善行、善心、善行里面就有类似心性，平常在日常生活之中，他就不是那么刚强、那么执着的人，他就是比较亲和、比较淡泊的人，临死之时，他都能够感受到天界来接他。他虽然不是修心的人，他不懂得觉体。佛性的根本道理，但是他对自己现前的生死，他也放得下，因为他知道有人来天界来接他，所以他也不认为现在要死的是他。他虽然知道这一句恐怕要死，但心中没有说我要死的恐怖啊。他甚至于知道我要到天上去了，所以也不会觉得这个要死的老人是我。他自然放下呀，所以有点福德都还是如此啊，何况你是真正修心的人。所以这个金性，它能够真正能够随一切器物，能够成就种种万气。觉性就是如此，陶铸成熔铸成万气，你要容它重铸万气。所以这个容字从一个金字旁，从一个容相容的容，这个容字就是知道这个觉体它能够相容于一切。为什么它能够相容？假如过去我们用凡情的执念，一直以为是二法，用我来相容你，那永远难容。你说容时，只不过是感受上自己欺蒙自己的种种假想。我容你，你在说我容于你时，你心中还没有放下我跟你。那什么叫容呢？所以用到世间语言，没有一个真正叫容容的。唯有你知道本来面目时，那才能够叫做大觉容容啊。
因为那个容你是知道什么？因为那个容你是知道根本是一嘛，因为根本是一中它方便现二，正因为它方便现二当下，你知道方便现二这四个字时，潜在意识里面你是坚定明了它根本是一，这里面就有容容易了。你根本不要破它的二相，你心中永远大容容，那是智慧啊。那是这种智慧是要靠你不断的在思维之中不断的听闻中来的嘛。所以现在有人不懂，哎呀，不要听闻啦，这只要实相啊，这要修啊，不要听闻，不要教理，你怎么修嘛？所以老是把那个大觉心体，你的佛性就一拆为二嘛，以为不要听闻，只要实相，你不知道理是根本是一吗？真正用到这个心的人，闻得道理时，马上他的行为就变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到那一心，他知道心是一，也知道用到那一心。什么人他是用不到？他根本发心之中根本不知道心是一，而且发心中也不是一心的人，他就会在这个上面说理说事，说到底要先事还是后理，还是先理还是后事。这个在上面永远啊，你找不出任何的道理来的，而且这个永远都不是究竟处啊！唯一究竟处是告诉你是不是真的学习的人，你是不是真的是个学人，你是不是真的是个学行者？你是个学人，是个行者，你内念心是一，心是一时，文理能够成事，从事能够达理，就要这样子训练一个行者调和一心嘛。所以怎么会不听教理了？那一教理一定要听，所以教理听完以后，你要是说只是教理，在世间上面一切行持没有一半点改变，你就要去佛前大忏悔啊，表示你就不是发一心的人，不是发一心的人自愧行人，自愧学人的名字名称，自己愧对，你自己愧对了学人的这个名字这个称谓，将来生生世世你心中不具足如是称实，你就是流浪的人呐、啊。假如你心里面具足一个学人的学字这个称，你将来活在任何时间，你就自然能够活到老学到老，学心不昧。这个人活在时间，纵然没有大彻大悟，也是个觉醒者，因为他随时都在觉醒之中不断的启发，在世间法中体会到觉醒的光明。所以我才在大殿旁边一定要要求去顶礼师道二字，就是明白你是个学人，明白你是个学心。所以这个是经，它能够融入万气，你先要体会那个经，你先要知道觉醒如经。刚呢，刚者是坚而能摧，所以刚字旁边重刀，能摧什么？能摧一切困障，能摧一切暗障。你要明白是觉体时，那一念心中的道理它就能够为你摧了、啊、你要明白觉体时，明白那个精性，刚刚讲的那个精字，你自然在心里面你的理路再也不随什么，再也不随过去任何感受上的暧昧之中还在流转，还在那边找是理是事，甚至还在那边找佛法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在世间如何找到。你永远都是在知末上面的东西啊，那这个知末上面的东西你自然就能够什么，就能摧啊，你就不会在这个知末上面再去什么徒劳无功嘛。因为你知道你要是躲在不同的感受里面，那就是不同感受它的领域啊，在那个不同感受的领域，你说那个科学都是不同业感领域中的科学嘛，你尽其所能你都超不出你的业感，你怎么拿科学来体会佛法之中的科学？你拿个小蚂蚁的体领悟的能力，你想要去领悟人的境界有可能吗？所以那是自己还在什么，还在追逐最末梢的暧昧嘛。你连这个都知道精性它是能够随气的，你为什么在气上还用气用之中用气的感受在解读于气呢？在气的感受解读于气，则会被气的相状所困死锁死而已。将来你就要学会是站在什么，站在精性上面明白如是气嘛。
我只是随缘要现如是器，用故能现如是器，但能现如是器的还是精性嘛，是觉性而已。那这个人才能够明了、明白一切万器，他能够用得了万器，也能明白一切万器、一切器。所以，当你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时，你就能随了。你自然而然就在心中，你念念之间再也不随过去的狂想，再也不随凡情之间。就算穿起这件袈裟，将来的下手处，你自己都会给自己一个非常决定的担当啊。所以，它叫做坚而能摧，以健中正，以健健康的健，以健啊中正。为什么以见中正？它就是破这些暗障。你明白那个坚信时，你念念之间虽然在黑，你不是堕黑，你能明白黑，你也不会避开黑。所以你站在觉体上，重新体会一下如何站在觉体上明白与黑，这个叫做中正。因为这个中正之中啊，它不偏不倚为中，它也不会什么，它不会去刻意破坏就为中，它念念之间。在任何感觉现前处，它能够证明其他的它的发心，证明一切随缘的感受，所以叫正。你要是堕在感受中，在黑堕在感受，那叫邪，那叫偏。你明白黑，那是正。你要是说你堕在感受、堕在黑中叫邪、叫偏，那我就不堕，我不要知道黑，那还叫偏。你如何决心？如何说不堕？你决心不堕时，你说你不堕时，你的决心就堕在你感受的不堕，堕在如此。你连黑不堕，黑你也不会避，你自然心中想说"我不要堕黑"时，这一句你也不会去避，你也不会去堕，念念不堕，就叫念念不住，还你本来面目。要学会这个思维啊，学会念念体会，念念这样子回光担当啊。Oh.